普罗政治学院联同 My Radio 的新春团拜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团拜会在2月25日星期六2点半至5点在长沙湾的富林酒家举行，每位只是收取港币150元证。有兴趣报名的可以经途中电邮或者电话联络我们，之后再上来普罗或者团拜当日缴费。多谢大家的支持。喂，好像众星拱月咁样，一定要拱呢个林郑噶啦，甚至乎要攞高提名。譬如佢假设真系攞到700个提名嘅话，咁又唔使玩嗰呢场游戏，已经系。如果讲真嘅说话，你问我咧，除咗有啲人嘅势好似好强啊吓，因为众星拱月啦。如果講實力，我認為不是真的強。唔係，咁而家唔係比實力啊嘛。個問題係，即係我而家想問你嘅就係話，喂，喺咁惡劣嘅環境底下，你都仍然要繼續去，有冇人勸退先？冇，絕對冇。冇，由頭至尾都冇。冇。但係都有冇話，譬如話呢個北京方面有若干嘅人士，即係俾嗰啲信息你，叫你唔好去選。冇。都冇。更加冇。更加冇。如果想知道我同鬱敏有冇火花？請收睇《鬱敏會客室》。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点至11点。好啦，今個禮拜翻嚟咧，哇，好緊要，因為其實澳門街咧，即係大家睇下咧，我哋網頁咧嗰個簡介咧，其實澳門街係一個咩節目呢？澳門時事、民生、娛樂場。博彩資訊、掌故，仲有，其實澳門街是一個神秘學的節目嚟噶。其實澳門街都是一個神秘組織啦。冇錯，你唔好忘記，其實澳門街是由咩人所創立呢？就是由梁錦祥先生，香港神秘學組織第一人所創立的。咁所以咧，我哋咧好耐又冇回歸呢個神秘學嘅環節啦。咁今日咧就請到咧嚇梁錦祥先生。台长的入室弟子阿森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讲一下这个神秘学的东西。咁今集来计其实围绕着一个话题就是闹到热烘烘的。咁近这两个礼拜在这个飞船屋社交媒体还有在那些各类转载的网上新闻的媒体都讲有一个高人一个高手一个英国。啊、有冇米八高啊？唔清楚，不过咧，我哋可以简称佢做一个叫英国苏文峰嘅人。啊，英国苏文峰呢个人好犀利，点解呢？佢系一个英国嘅苏文峰，但系咧，佢系准确预言英国脱欧啦，仲有咧 ，Donald Trump 赢出大选啦，同埋法国遭受恐怖袭击啦，诸如此类，佢有好多嘅战绩。即使严格啲嚟讲，佢系乌鸦口啦，系啦，英国乌鸦口啦，简称。跟住就话啦。在2017年的农历新年呢，因为过紧呢个农历新年啦，于是呢佢就展开呀，再爆呢一个嘅经世预言出嚟啦，就有啲好大嘅动荡呀。咁样呢，呢个英国苏文峰呢，佢预计咗啲乜嘢呢？好简单咁样，我哋即係逐条呢而家同大家呢分享下，跟住呢又问下森哥意见啦。咁第一，咁佢就话啦，欧元系会大跌嘅。咁呢个丹麦啦，即是南奥奇的出产地啦 ,LEGO 的出产地啦，咁啊同埋啊 ,Nokia 的生产地喎。Nokia 唔系瑞士嘅咩？你要黐线嘅丹麦㗎。丹麦㗎。哎呀死啦，咁耐都搞错咗添。丹麦成个国家嘅国民生产总值 GDP 就俾三大企业瓜分咗啊。我知就丹麦南奥奇 ,LEGO。同埋 Nokia 啊嘛，咁即使话其实喺嗰度佢哋得三个出路嘅啫喎，系啊，一系就砌积木，一系就整饼，系，如果唔系就整电话，系啊，咁而家 Nokia 冧咗台啦 ，Nokia 好似又话准备翻生啊嘛，跟住南屋奇俾康师傅收购咗啦，咁所以咧而家成个丹麦理论上都系净系啤紧 LEGO 咁样，系做 LEGO 嘅啫，系啊，好，咁总之嗱，你印象入面咧，丹麦咧其实咧仲有第四个产业嘅，就系做三文鱼。煙三文魚係咪？係煙三文魚，同埋做嗰啲唔係三文魚挪威嗰啲靚，同埋牛角包，
哦，其實附近差唔多地方都係做過美嘢㗎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正如你去到國內，度度都話自己啲燒雞係出名，度度都話自己啲牛係專家㗎啦，係咪？好嘛，咁啊，我哋再講一講。咁啊，呢個咧，丹麥同埋意大利咧會退出歐盟。咪住，咁呢 LEGO 係咪會冧價咧？如果歐元跌，丹麥又唔掂嘅時候，嗱，理論上嚟講咧。定还是他们会用这个经济学的原理想着跌的时候他就减产来维持好像石油生产国一样。如果你真是经济大师你就知道 LEGO 是一件经历无论二十三十年不止不冧价还是玩具界里面的奇葩它的价值它的升幅是劲过贵金属的。基本上如果我们现在开一档东西就好似出面啲貴金屬公司咁，我哋做期貨做鍋輪，不過係做 LEGO 嘅市場。LEGO 鍋輪係咪？或者 LEGO 嘅期貨，其實係好有得做嘅。所以根本無論咧佢脱唔脱歐都好，丹麥呢日仲有 LEGO 喺度，呢個國家咧一定係唔會冧嘅。即使你亦都預言咗 LEGO 唔會大冧㗎，一定唔會。淨係 LEGO 已經夠自給自足㗎啦。我同你講，個個都係食 LEGO 人仔。係啊，你知唔知啊？世界上最生产得最多车辘的厂家就是 LEGO， 亦都是最早啊做呢个人仔啊嘅模型就是 LEGO 啊。嗯，生产得最多帽啊，最多配件嘅都是 LEGO。古有女娲造人，现有 LEGO 啤人仔。系啦，冇错。咁理论上咧，嗱，同埋你有冇谂留意啊？而家喺国内，就算即系我哋伟大祖国，无论技术几咁先进。几咁犀利，都系取代唔到 LEGO 啊！系啊，就算你人宁愿越洋翻山过海咁嚟买呢啲正货，就算你有咩启蒙啊、乐聘啊、高高啊、乐高宝啊，咩都好，总之你有几多牌子都好，都系取代唔到嘅。喂，唔系喎，但系又讲远少少啊。系啊，啲启蒙乜嘢？其实而家有啲佢都真系好有创意喎、啊。啊，例如咧，成只航空母舰都砌到出嚟。嘿，你攰啦，嗰、那个已经系两年前嘅设计。唔系啊，好似出咗只新款啊，炮舰啊。真系啊。系啊，似个人样啊。咁你唔掂喎，你唔好喺节目度推广一啲国内嘅翻版嘅嘢先得噶。边度系翻版啫？人哋有版权噶。但系你都系等于你都系翻 LEGO 啫，你都系咁砌出嚟啊嘛，系嘛？唔系 LEGO 边度有出个炮舰啊？喂，另外有样嘢正啊，最近咧韩国间厂咧攞木啊雕一个大人仔出嚟啊。LEGO 大人仔系啊，不过攞木做嘅，成个攞木做，有胡桃木，有檀木，有冇攞拉绳噶？佢冇攞拉绳，咁就唔得啦，就去报串啦。最恐怖就系千几美金一个，比抢更加好啊！系真系比抢更加好，佢话轻，仲要五个牌，大佬，你攞咗拉绳我都唔怪你啊！系啊，系咪？鬼唔知你轻咩咩系咪先？好啊，喂，翻嚟先，咁你觉得佢归位啦？呢个丹麦同埋意大利。会退出欧盟，意大利会有严重的经济危机，你觉得如何呢？咁呢黑手党咪搵唔到食咯。啊，跟住咧？跟住咪要走晒嚟澳门洗马咯。系、啊，即系你啱啲讲，即系澳门嘅真威尼斯人真系俾威尼斯人控制咯。威尼斯人真系俾啲讲意大利文嘅人啊，咁样先至够点提噶嘛？嗯，即系威尼斯人真系俾威尼斯人控制啦。系啦。嗯，嗱。咁你觉得会唔会退出欧盟呢？而家好似英国啊都退唔到喎，系嘛违宪喎，政府话要甩，原来甩唔到喎，根本上呢啲就叫闹剧，系咪先？即系你觉得系吹水嘅啫，佢讲呢个唔即是等于太阳能电筒嘅原理一样啊。嗯，咁欧元大跌呢？欧元一楼都跌紧噶啦。嗯，好啦，好，咁第一条呢就已经系讲完啦。嗯，咁第二条咧，系啦，就要问啦，希拉里啊，就会喺一批文件度俾人公开之后咧，就揭露佢政治腐败同埋贪污，伪造文件，跟住退出政坛咯。嘥 gas 嘅，有边个唔贪污腐败先得嘅？系，跟住咧，你讲完等于冇讲过系嘛？佢话希拉里退出政坛咯，有咩问题啊？啊，佢仲有得捞咩？喂，佢系咪一路走来始终唔得，都系就系唔得噶啦？佢选咗几廿次噶咯，佢再选佢好话唔好听，佢嘅健康又不太好，系正所谓家有一老又如有一宝，佢又有咁样咁上下老啦，唔计佢病，佢都唔会好襟摆嘅啫。系喂，另外咧，有人传闻咧，希拉里咧系人造人啊，或者系
啲天狼星人嗰啲咧，因為見佢有好多古怪嘅動靜啊，跟住咧隻眼又會閃出有隻貓眼咁嘅樣啊，懷疑佢係呢個恐龍人咯、啊。你覺得佢會唔會外星人咧？佢係外星人，就神早食鬼咗克林頓啦、啊，仲使坐喺度忍你飲咁耐？你又知而家個克林頓係克林頓嚇、啊？如果照你咁樣講。而家个克林顿，而家呢个先系真嘅克林顿系嘛？系、啊、真克林顿。咁但系你觉得佢系人造人同埋外星人嘅成数大唔大啊？成数系唔大嘅。系。系啦。但系咧，正所谓系呢一条又系讲咗等于冇讲，有边个政客系好人嘅？系。正所谓我哋传统智慧就系做得官嘅都冇乜边个好噶啦。做到咁大嘅官就非常之不好添啦。嗱，好啦，跟住呢个好匪夷所思啦。欧洲会有一间学校俾一啲有毒嘅神秘生物攻击，佢讲晒咯。讲紧系咩嘢嚟嘅？佢讲晒噶。欧洲有间学校会俾一个有毒嘅神秘生物攻击，咁系咩嚟咧？会唔会系梅图一雄嗰个漂流教室咧？有毒嘅神秘生物，我话你知。一定是蟾蜍，是为什么呢？欧洲、哦、欧洲有蟾蜍的咩？是啦，就是因为中国人放生放到去欧洲，是即是那些是蟾蜍吸了一些雾霾去到欧洲，是啦，蟾蜍本身是有毒的嘛，是嗯，跟着小朋友就当它青蛙，是拿了回学校养，是就在个自然科学角那里，跟着加上核辐射的影响，是核辐射怎么来？核辐射呢，现在日本那些辐射飘到去加拿大了嘛，是再飘多阵，应该隔多一阵，应该全世界都有的啦，是不是？所以就变成有毒的神秘生物攻击了。神秘啊，不是，讲开日本那边，其实有报道新闻过话，那里的鱼虾蟹全部变成哥利亚版，king size 啦，啊系啊，king size。最近咁啊，最近有啲蚝啊，即系蚝挖咗出嚟啊。只蚝成米几啊，米三长啊，只蚝啊，嗰只唔系蚝，嗰只蚌，嗰只蚌精嚟噶啦。你跟住咧，啲日本人都唔敢食啊，啲中国人咋咋林见到即刻攞嚟刺身啊，即刻食啊，生食啊。系啊，话啲鱼咩？以前啲鱼做乜嘢嘛？系十零 cm 长。系啊。而家去到三四十 cm。咁你睇其实嗰啲伊藤润二讲嗰啲世界会出现咧？世界会不会出现不知道神秘怪兽啊？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深究一下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那些生物中了辐射不会生 cancer 而人会的呢？是会不会人其实就是外星人呢？会不会就是外星人不想我们受到辐射的影响，即是不想变大，是啦，不给你 power up， 所以就整了 cancer 这样东西。 power up， 喂，不是讲笑的，鱼你说中辐射死是会一是死一是变异，但是就不会说变病的嘛。喂，其实讲一些很恐怖的东西，你知不知道咸蛋超人是怎么来的？原来咸蛋超人是有个故事的，咸蛋超人是说原来他们以前呢变成咸蛋超人之前都是人类来的，不过呢就是 M78 星云的人类，那个 M78 星云跟地球一样的，那后来因为呢那个金字塔水晶爆炸，就整个 M78 星云都有很多的超能量辐射，然后呢些人吸收了辐射之后呢就開始咧個樣子就變咸蛋超人咁啦，跟住咧就越變越大添，就變到巨型咸蛋超人啦。於是咧佢哋就自覺啦，我哋進化咗啦，所以咧我哋就要出嚟守護宇宙啦。所以咧就有超人吉田啊、七星俠啊嗰啲落嚟地球啦，成壇嘢咁嚟嘅喎。你點睇啊？我淨係想知道點解淨係得一個超人阿媽啫？超人之母得一個，但係有咁多個超人係嘛？其實應該咧就個 M78 星雲咧係有好多個超人老母啊，超女嘅，有好多超女嘅。不過我哋見咧，或者以前咧咁耐以前都淨係得一個超人之父，一個超人之母，係啦。不過應該仲有好多彈嘅，好多個嘅，未出係嘛？未出嘅啫，出 figure。即係理論上咧，因為佢話佢嗰個係好似以前地球咁樣噶嘛，同地球一樣噶嘛。咁即係其實入面咧應該係有好多人嘅，不過而家就過變到鹹蛋超人咁神高神大咯。神高神大唔紧要，另外系法国做嘢嘅永远都系班男人做啊，女人就留喺屋企打你家头细务。系冇错，系跟住有啲大个咗咯，细个咩超人太郎嗰啲大个咗咪去保护地球，轮住去嘅咯。嗯，好似前世欠咗地球咁系啊。唔系，其实系喺呢个叫做乜嘢啊？政治上面。出将入相系嘛，派你去边境打两年翻翻嚟就做官啊嘛。但系冇嘅，佢哋都系多件斗篷多支棍渣嘅啫。
系啊，等于升咗级噶啦。吓、啊，都系叫长老嘅吉田长老咯，七星级长老咯，超人太郎长老咯。跟住新嗰啲咪听佢知顶咯，新嗰啲咩超人迪迦嗰啲咪听佢点咯。嗯，系啦、啊。咁啊，成单嘢就咁样咯。咁啊，嗱，头先你讲啦，呢、這个学校受到神秘生物攻击，你觉得呢样点先？基本上一定中咁滞噶。真系。点解学校受到神秘生物攻击咧？唔系成个国家咧？学校受到神秘攻击用乜嘢啫？唔中我都有办法整到佢中啦，系嘛？你讲下，你讲下先，系咪先？点整？又系嗰句，有咁多神秘生物，正所谓系又有蜈蚣，又有蝎子，系又有毒蜘蛛，系要乜有乜系嘛？嗯，跟住呢个咧，好震撼啊！金正恩被推翻，南北韩再次统一。咁就大镬啦！点解咧？咁就大镬啦！真系点解咧？请你讲解一下。正所谓北韩系我哋中国嘅坚实盟友嚟噶嘛？系孝松啲，系咪先？系咁样，你嚼咗北韩，咁当我哋中国人系咩啊？系系咪先？嗱，你话唔系？北韩统一埋南韩，咁又唔同讲法啦。点解？系咪啊？咁你嗱，你睇而家唔系我要政治正确啊嘛，大佬啊！南韩总统都坐咗艇啦，系咪先？阿朴槿惠神都坐咗艇啦。我要政治正确啊嘛。会唔会正因为而家你咁样俾邪教统组织去统治，跟住就一次个礼手个俾阿金将军立埋佢咧？金将军立埋。但系佢呢度话系金将军被推翻，唔系南韩被推翻，系金将军被推翻。金将军会唔会被推翻啊？唔知佢咁样食落去肥到真系会自己翻咯，或只脚唔妥咯已经。系我只脚都唔妥啦。喂，但系佢几多岁啊？金将军好似四廿零咋系嘛？咁后生啊？但系佢只脚唔妥，意思系点啊？唔知喎，话夹下啊嘛。超我哋伟大嘅特首啊，阿崔始贤神啊，都而家都要出入坐轮椅啦。系咩？系啊。有件咁嘅事？系啊，又话风湿，又话尿酸，几样加埋一齐咯。净系咁简单？唔知啊，但系总之佢都系可以去啲好贵嘅赌场酒店包起人哋个厅嚟到食嘢咯。嗯，系啊，当然出公数啦。好，继续。咁样又系嗰句啊。嗱，讲因为要招待啲来宾啊嘛，例如招待啲咩国家运动员啊、国家要人啊、要员嗰啲咯。正系嗰个叫做系北韩，系真系世界嘅正土嚟噶、啊。嗰度有无添加美女，系系咪？系南韩全部人造美女，系咁。如果北韩都冇，只要南韩咧人造造极啊，都冇我哋伟大祖国嗰啲咁恐怖啦，系咪啊？一号鼻啊，三号嘴啊，唔系范冰冰又杨幂，唔系杨幂咋，都系范冰冰，系咪先？全部一样嘅一个样。有冇得要刘涛啊？刘涛有冇啊？刘涛，好，继续。咁又系嗰句啦。喂，但系多唔多男人整到成个黄晓明咁嘅样咧？整到个样黄晓明咁冇用，要新黄晓明先得噶嘛？系，即系整到个样系黄晓明都冇用咯。系啊。喂，但系咧，虽然咧嗰阵时咪流出有套咧话咩杨幂咩俾人迷奸嘅片嘅，嗯，系你记唔记得啊？有套好出名嘅，其实咧好简单嘅，你上去 Google 咧，你打几个字啦，等等我有老公，等一下我有老公咧就会出好多啲片噶啦。喂，雖然話係假啊，即係而家都話係假啊，但係咧，喂，其實咧，真係唔錯嘅喎，無論係樣貌身形都，可能仲正過堅嗰個睇落去。正所謂啲人話條片假嘅原因就係因為係呢個太堅嘛，係真人冇咁堅啊嘛，係冇錯，係啊，好啦，咁啊，跟住啊，咁你咪你講下先，你覺得金正恩咪推翻呢壇嘢？金正恩難啲啊噃。是真的整个北韩的大权在握，是不是？即是看下去这件事就未必有可能发生的。是的，另外又是那句金正恩先生为什么现在这么害怕他？因为他有核武嘛。是，是不是？是，正所谓为什么想当年萨达姆会衰啊？嗯，就是美国佬说你有核武，你说没有。是，跟着说你有化武，你又说没有。是，得了，你说没有我就打你咯。是不是？是，咁样伟大嘅金正恩先生就喺先贤嘅错误之中成长咗。你话我有，我真系做俾你睇，直情有，唔使你估系嘛？就系惊你以为我冇啊嘛？唔系使乜成日得闲走去核试咧？
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即是讲的是这个苏卿话事批的游戏。我何止是蛇加多条花都仲得添啊？真系捽出嚟噶系嘛？系捽多只花俾你，即直情晒你躝系嘛？唔止晒你躝，系一副牌五只嘅啫，我要摆个七只喺台，任我执，大多你五百万添，系嘛？好啊，咁啊，跟住落嚟啦。金正一被推翻之后咧，就话啦：，唉，呢个犀利，呢个喺2017年至2018年咧。会有一个致命的流感、致命的病毒在世界度大为流行，并且有流感大流行，杀死无数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杀几次？第三世界国家一楼都死紧人嘅。跟住我记得好像乐师会话，唔知道每一点几秒就有一个唔知乜乜乜乜乜乜嘅咯。系讲出嚟好坎坷嘅、哦。但系佢系咁写，佢话系会杀死好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点解一定要杀第三世界咧？我觉得咧呢单嘢咧系有 QK 嘅。嗱，首先讲啊，呢个政治唔正确。中国咧而家佢都话系第三世界国家嘅，佢会暗示其实系会我哋伟大嘅祖国系会爆发一啲神秘嘅病毒。梗系唔系啊？呢、這个摆明系政府嘅鹰犬。是米帝英帝米帝嗰啲鹰犬，系鹰犬啊，鹰犬啊，朝廷嘅鹰犬，系啦，就系、是、你哋中国冇死人，所以你就唔系第三世界系咩？系用曲线嚟证明你系发达国家，系啦，只要2017中国冇事嘅话，就话你冇事啦。系，嗯，即系成单嘢都系吹阴谋论嚟嘅呢个阴谋论，系啦，好，系解释得唔得啊？系咁都俾我兜到啊！仲有喎，致命流感喎，佢嘅意思系即系好似而家嗰啲，其实而家啲伤风感冒都好劲噶啦，啲伤风感冒我咪感冒咗成两个月咯。哇，喉咙痛咗几个月啦，大佬。咁再劲啲就系你下次你再感冒，你会感到死咗咯。即系拍嗰啲幸福伤风扫冇用啊！真系幸福伤风扫一溜都冇用噶，即系幸福地去咗可能会。幸福伤风扫嗱，我哋呢食开药嘅人系冇用噶。系点解咧？咩叫食开药嘅人咧？喂，我由自幼体弱多病，系你知唔知细细个真系一个月起码睇三次医生以上，系啊睇咗咁多年，基本上好多药都系有抗药性噶咯。例如咧 ，Panadol 嗰啲系嘛 ？Panadol 嗰啲当糖食啦，已经跟住咧，系咪？嗯，难听啲讲句，嗰、那个喇叭牌正路丸都系当糖食啦，系唔使糖衣装，普通装都冇鬼用啊。系唔系食得多真系唔得噶？食得多真系冇用噶喎，咁点算好啊？冇噶，越食越冇用，但系咁诶，咁诶，你咪再食啲高级啲嘅啦，系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嘅药啦。嗯，咁你觉得致命流感呢样嘢，你点睇先？致命流感系啊，会唔会就系啲人讲嗰啲会第日演变成为丧尸病毒嗰啲啊？丧尸病毒系会唔会禽流感又再变种啊？定猪流感咧？你觉得咧？我答唔到你喎。系嘛？流感呢样嘢算罢啦。好。咁啊嗱，我哋咧呢节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一节咧我哋继续讲下一 part 惊世大预言。今日咧澳门街咧就回归呢个神秘学嘅节目啦。咁今日咧我哋呢个题目啊，2017惊世大预言。惊世大预言，头先讲紧啦，原来自边度咧？一个英国嘅苏云峰，一个高人，世外高人。他就預言了幾點啦，咁頭先咧已經森哥咧就已經講一堆，因為我睇呢個咧係簡化版啦、啊，唔係係台灣版嚟嘅，所以咧佢係個譯音咧係用呢、這個台語寫嘅，例如希拉里咧佢寫希拉森，仲係森哥個森嚟嘅，咁啊好，我哋繼續講啦，跟住哇呢、這個犀利啦，呢、這個預言犀利啦，美國會分裂。会分呢个南北两边，会再次分裂，跟住咧，啲市民之间咧会不时暴动，同埋咧会攞枪嚟到去犯罪，直情个情况就好似咧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会再重演一次。嗱，有两个问题啊，之前有一条叫未来人嘅物体，系、嗯、都预言过有南北战争。你咪讲嗰个庄天塔啊？吓，总之话自己系未来嚟嗰条肠粉啦。系，冇错。系咪？系。你未来嚟就唔好搞咁多嘢啦，搵食咪算咯，系咪？搞个讲座啊，几千人咯，系咪？唔系搞个讲座啦，直情系咪先？系你仲搞讲座，怪怪埋埋就走算啦。系如果你系未来人嚟到呢度，第一件事做咩啊？嗱，你答唔出唔紧要，系我答唔出啦。
咁样假设你可以翻翻300年前嘅明朝、嗯、或者清朝，系时候你会做咩啊？搵阿苏东坡兄咯、啊，跟苏东坡好似宋朝，跟住同佢去长城度睇下，跟住原来出面有啲怪兽，叫做叫咩饕餮。跟住咧就會喺度串擾呢個中國嘅邊防，於是咧就要帶出精良嘅軍隊，再聯同呢個聖殿騎士麥迪文一齊對付佢哋啲怪獸啦，就係、是、咁樣。嗱，簡單啲嚟講就係、是，如果你有辦法穿越到翻、嗯、以前，又可以翻翻到嚟現在，即係現代回到三國，係回到未來。咁第一件事就走去搬嘢先啦，搬啲文物翻嚟卖啦。苏富比叫你老豆添啊，系嘛？一个月俾五件你卖，苏生叫咗你做苏生系嘛？苏富比都要你做老豆，改姓苏啦，系咪？苏生系啊，苏森，苏森先生，你呢期又有乜正嘢啊？肉晒，肉晒，今个月第七个咯、啊，有冇其他嘢啊？呢、这个全国啊，全国肉晒啊，奔咗只角噶，用个金铸翻就肯定坚啊，唔系之后做嗰、那个。系啦，如果你系穿越到过去翻唔到嚟嘅，又有乜选择咧？咁啊，梗系要走去刑场嗰度刀下留人。梗系唔系啦，有冇睇过唐朝好男人啊？就系娶妻生子，跟住好似无二城市咁样经营自己个一个庄园，咁犀利系唐朝好男人，我呢排睇晒啦，系烂咗尾嘅一本小说。有听众问你啊，早几集讲呢个刀下留人切糕，跟住发大理子仲谂大理子喺边度嚟嘅咧？心哥，大理子咪即是而家嘅所谓嘅最高法院咯、啊，即系边度啊？大理子其实系一个行政机关嚟。佢话呢样嘢由细听到大。但系从来都冇人知道正确位置嘅喎。大理寺仲有中人府啊嘛，啊皇族就中人府审啊，普通人就大理寺审啊。系啊，究竟系位于边度嘅咧？大理寺汕尾里，汕尾里啊，汕尾里啊，唔系乜嘢以北啊？哦，汕尾以南七十公里，系咪啊？系一个行政机关嚟嘅，基本上隶属中央。系啦，明白。好。咁你觉得呢个美国分裂呢、這个呢、這个论述点？喂，唔系美国三年唔埋两年呢日就分裂噶咯？系啊。不过唔使讲，而家都分裂紧啦。佢哋话奥巴马会再复出咯，即系咁样嘅，特朗普咧会好大机会俾人暗杀，或者咧系佢会系自己咧唔知道做嗰啲傻事，跟住咧就会分裂，跟住奥巴马就复出，再嚟统战翻美国，就奥巴马再次服任呢个总统，跟住对付特朗普散啦。阿特朗普散其实。喂，真係好佩服佢㗎喎。你首先唔好理佢點樣選到，同埋點解選到先啦。係咪先。喂，同埋佢溝女技巧勁喎。好似佢最近見英國首相個女人呢俾人影到呢轉頭見完呢跟俾記者影到呢係十指緊扣打曬 Kevin 嗰隻㗎喎。咁開心。係呀，即係證明呢條友嘅好犀利喎。真係美國精神㗎喎呢條友。花花公子喎真係。正所謂呢、這個係歷史嘅選擇㗎嘛。係。要相信。王子华都有一句系咩？相信上帝掌管历史系嘛？系呢个系神嘅安排。嗯。另外，特朗普省咧就真系劲嘅。系。佢真系够胆死呢头抨走咗啊！奥巴马嗰头就否晒你所有嘢啦。嗯。有边个咁有口齿啊？嗰个奥巴马医疗奥巴马 care 咪玩完咗啦？系啊。俾佢 care 咗啦。系啊。哇！奥巴马之前投资嗰啲医疗项目都唔知点算，系六兆。喂，真系唔知点算。如果嗰阵时，譬如有条友，喂，我识阿奥巴马，好熟噶，呢啲老板嚟噶，冇交叉熟。跟住，喂，重注系咪？系啊，跟住喂，嚟啊，嚟融资啊，搞奥巴马咁样。奥巴马基金咪玩完啦，咁啊六兆啦，而家系嘛？直情玩完啦。喂，唔系佢嗱咁多个嗱，你首先唔好理阿特朗普个人点。系，佢系咪癫嘅？系，佢有口齿。我选嗰时候讲到明做，我而家一上台即刻做俾你睇。喂，你冇得抽佢后脚喎。起围墙起咗未？而家咪话夹硬起完，搵阿墨西哥收钱。佢都黐线，人哋墨西哥俾啲鸡卷你噶咋？点会俾钱你啊？墨西哥俾墨西哥包。系咯，咪俾啲鸡卷你咯，俾墨西哥包啊。佢唔系俾特 k i l 啊？同埋墨西哥杀手咯，系咪先？得几样嘢啫嘛。边有啲好嘢、啊？辣椒仔，辣椒仔关唔关到事啊？系啊系啊 ，Tabasco 系Tabasco 嚟着数，找起易志明系嘛？俾啲辣椒仔。话唔系啊，嗱，
是一个好劲嘅概念嚟㗎，就係、是、因为我驚你走嚟我嗰度，所以我起个围墙要俾你，要你俾钱。係这个基本上哲学大师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其实呢个就係新嘅美国精神啦，咪就係、是、啦，你讲简单啲嚟讲，我哋一个比例就係、是、俾我比喻，你而家叫鸡，叫完鸡呢你要叫隻鸡俾返钱你。点解呀？因为你做鸡有伤风化，嗯，所以你要赔返钱俾我。可以咁理解，系咪先？啱唔啱听？唉，但系真系劲嘛呢条友仔，其实系，其实有阵时而家睇美国新闻就真系好似栋笃笑一样。系嗰日见到佢起围墙要问人攞钱，都呆咗。喂嗱，其实咧，佢而家咧，佢之前选嘅时候咧，佢有讲过噶。如果佢选咗咧，佢就会揭露咧呢、這个耶和华咧系外星人。跟住咧，話外星人一直操控住我哋宗教啊嘛，你覺得佢會唔會突然之間理論核彈？突然之間有一日又作呢個全國性廣播，無端就喺個電視度話：，誒、哎、外星人係堅啊，真係有啊，誒、哎、外星人啊，誒幫我查查啦咁啊。跟住喺度講咧咩外星人啊，你信嗰耶穌都係外星人嚟啊？會唔會做呢啲咁嘅癲佬行為咧？癲佬行為呢啲唔知，而家好似話唔俾總統用核彈啊嘛。嗱，呢一條新聞已經夠好笑啦，係嘛？我想問呢樣嘢。佢夠唔夠膽搞冧成個宗教體系先？因為如果你要講外星基因工程咧，咁基本上而家年紀越大咧，你認識得越多，你就知根本係堅嘅。但係問題夠邊係邊個領袖夠膽企出嚟講？肯定嘅啫。你覺得佢夠唔夠膽？呢樣嘢答你唔到喎。其實佢信唔信有外星人都係一件事喎。但係人唔係進化出嚟，基本上係肯定咗噶啦。嗱，因為如果佢公佈咧。佢話你講嗰啲佛嗰啲咩如來神嗰啲咩如來佛啊乜柒嗰啲咧，全部都係外星人嚟噶。啊，反而佛教我冇事喎，因為佛教不嬲都話咩大千世界花花宇宙，係咪先？不嬲都講好多呢啲嘢噶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如果你話對嗰啲道教都冇事，道教又係嗰句煮到埋嚟咪食咯。但如果你喂你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回教會同你講個耶和華啊，係咩乜乜星人啊？唔係啦啊！回教都仲易搞啲，回教嗱，我唔系话涉足回教啊，回教就真神阿拉，嗯、最紧要做人嗰个系阿拉就得噶啦，系，但系耶和华嗰啲唔掂，系啊，因为耶和华最大镬嘅就系耶和华就只有一个嘛，系啊，喂，但系你耶记嗰啲系世界占咗三分一人口，系啊，但系其实耶记首先唔同你讲唔讲外星人咧，净系耶记。点解会有个仔已经解释唔到啦？系咪？系系啊，佢自己其实都咁多年都解释唔到噶啦。咁你觉得点搞好咧？佢够唔够胆讲先？佢够唔够胆讲？系啊，即系佢够胆公布外星人，你觉得佢够唔够胆先？以你睇而家嘅特朗普，我觉得佢唔会搞呢啲咯。点搞咧？因为你话有外星人，即使我同你讲。等于同你讲话有皮蛋超人一样嘅啫。咩皮蛋超人？咸蛋超人啊？系咪？系冇啊，睇唔到啊，除非话我而家活捉咗一个摆喺度俾你睇展览系嘛，咁就大镬啦。系，咁佢够冇胆拖个坚嘅外星人出嚟，一齐面对，一齐上电视做节目咧？应该唔会搞呢样嘢咯，佢真系唔。另外，其实咧，神秘学还神秘学啊，我系相信有外星人，系，但系其实有冇咁多外星人又真系。好成問題喎，正如啲人話美國咁強大，係因為有好多外星人喺嗰度出出入入，俾咗好多科技佢啊嘛。係啊，冇錯啊，咪頭先咪話咯，希拉森咯。你知唔知啊？佢隔離嗰個窮鬼鄰居啊，阿墨西哥就話有好多外星人喺度出入啦，出入咗咁多年，咪一樣咁窮。瑪雅時代係咪有金字塔啊？又成係咪？係咪啊？又話萬幾兩萬年前嗰度已經係一個超文明係嘛？係咯。啊！而家窮到乜咁嘅樣？人哋話夾硬要起個圍欄嚟攔住你，你仲 at 都冇得 at， 屁都冇得放。墨西哥係靠我問你，墨西哥成個經濟體系係靠點樣維生啊？墨西哥啊？墨西哥基本上係好笑完先嚟講。喺阿邊個特朗普嘅言論就係、是、你係輸出嗰啲非法入境者走嚟食曬美國啲錢，攞翻去建設祖國咯。大致上係咁上下。即係簡啲講，就好似呢個澳門同埋珠海關係。唔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是、澳門人去珠海食曬珠海啲旅遊啊啲錢啊，跟住佢翻去澳門建設澳門啊，立埋橫琴係咪咁啊？嗯，所以橫琴要起個圍牆啊，頂住澳門人。
冇错啦。系咪咁样？唔系喎，但系如果你真正嘅经济体系嚟计咧，成个墨西哥嗱，先都讲啦，丹麦系靠 LEGO 啦。丹麦南部曲奇啦，墨西哥咪靠嗰支嘢咯 ，Tabasco 同埋墨西哥鸡卷系咪啊？靠呢两个，迟啲会抵制美国会立法唔俾食鸡卷噶啦。咁Tabasco 咧，用茄汁啦 ，Demon 啦，两份唔同噶、哦。Tabasco 系辣噶，茄汁系茄噶、哦，你点两个点可以食下就惯噶咧？边有得咁噶？系咪？鬼子有冇辣茄汁？有，出咗未？有出咗，系咪地门嘅？唔系，但系唔好食嘅。喂，唔系、哦，喂，好冻嘅。地门你有冇留意？地门系美国牌子，但系佢 manufacturing 系而墨西哥噶。咁冇留意、哦。系咯。咁其实我嗱有讲开地门又讲远啲咧。新奇士橙系新奇士就话美国橙就吸个新奇士啫。地门招呢招明明唔系地门中，点解黐个地门掹头落去嘅？嗱，其实好冻噶。系啊，其实咧，新奇士成日都话咩加州个大果园有冇人见过咧？跟住华盛顿苹果有五粒的最易认识系嘛？系咯，喂，其实跟住喂，唔系嗰期我研究过喎。系嗱，细细个啊，讲远少少啦，今集轻松啲啦。系华盛顿苹果有五粒的最易认识。系咁嗰个时候，僆仔睇广告，歌仔都有得唱。嗰、那个时候就系华盛顿苹果正、哦，跟住走去睇下，系苹果都系得五个的嘅。咩？其实佢五个的嘅意思系边？五个的你苹果嗱，上面系圆噶啦，系啊，下边咪有几只脚仔咁嘅嘢嘅。四只脚咯，五只，有五只嘅咩？苹果系五只嘅。我嗰次睇过好多唔同种类嘅苹果都系五只脚嘅，系唔知系咪佢哋全部都华盛顿嚟，定还是我咁好彩都系开亲都系开个五点俾我。吓、啊，苹果有五只脚咁多嘅咩？系啊，我听日去山果档了解一下先。嗯，真系唔多确、啊，原来系五只脚噶。咁喂，咁点算啊？地门都系墨西哥嘅喎、啊。地门都系墨西哥。系啊，咁算啦，用啲地门招嚟顶嗰条围墙刀咯。唔系点啊？其实嗱，唔紧要嘅，其实得啊。但系都好啊，地门招。其实。特朗普 B 咧自己都有係做食品噶嘛，其實佢之後佢自己特朗普 B 去出翻特朗普嘅 Tabasco， 咁咪點咯？叫 American First Tabasco 啊嘛，係啊，冇錯啊 ，American First， 美國有優先，係啊 ，Make it great again 啊，係啊，好，繼續，咁講完呢個 Tabasco 啦，咁啊跟住啦，哇，哎，咁你講先啊，美國咪分裂係咪分爛噶？你覺得？美国三两年就话预言一次分嘅，预咗咁多年都冇分。咁系咪分烂先？你讲啊，分定唔分啊？听你讲啊，大佬。唔分。好。啊、但系可能意识形态上就已经分咗噶啦。好啦，跟住呢个咧，犀利啦，犀利。佢话有一只古代嘅大鱿鱼，咩叫大鱿鱼呢？系身长过100米嘅，会喺呢个叫做话南极同埋北极融雪嘅期间。会被人发现到，跟住咧造成世界嘅大新闻同埋大恐慌。咁大镬？系咁大镬？系，即系佢话咧，随住呢个南北嘅融雪咧，会有一啲神秘嘅生物涌嘅，其中大鱿鱼过百米嘅，终于有神物睇啦。嗯，其实咧一直以嚟咧都流传住咧呢个南北极咧系有呢个神秘巨人噶嘛？有冇上网睇过啊？有神秘巨人。系。然之後有 UFO， 而家又話有金字塔，融到個入口都見到啦。係啦，所以話咧，啲探險隊俾軍佬趕走曬，話美國佬霸咗，係乜都關美國佬事。係，咁你覺得真係當我哋偉大嘅解放軍死㗎啲人？咁你覺得其實咧已經成全咗㗎啦。例如話、美國 UFO 咧喺2004、2005年咧係美國軍隊啊同 UFO 喺呢個南極北極咧都交戰啊嘛。或者地球兩極都打過嘛，美國派正航空母艦被 UFO 打沉咗嘛。邊隻啊？噏唔噏得出？唔知邊隻啊？又噏唔出咯，咪就係咯。咪華盛頓五星號嗰啲咯。咁跟住咧，之後打沉咗之後咧，仲要而家咧話發現咧喺其中咧喺呢個南極嘅海底咧，發現到有一隻沉咗喺底嘅太空船，好似星球大戰嗰只嘢咁樣噶嘛。淨係有聽過嗱又話有金字塔，而家又話掃到金字塔邊咧有三個啊嘛話，
好似唔止啊，总之越讲越乱。系就南极巨人嗰单嘢咯，即系话南极其实系有一个咧人工研发出嚟嘅生物，跟住系一个巨人嚟嘅，跟住讲到好似 EVA Alpha 咁样嘅，有成五十几米高嘅。咁唔止，早排亦都讲过乜嘢啊？有个叫咩啊？嗰只远古人造卫星系嘛？嗰只 King Lie 系嘛？咩嚟噶？话有一只人造卫星围绕咗地球已经转咗 N 咁多年噶啦。哦，嗰只 Bad Lie 黑骑士卫星。啊 ，Bad King Lie。啊，跟住咧，跟住吹完一轮又冇咗影啦。系唔知话好似美国派太空人过去睇下，撩下佢，跟住复一声又加速，唔知飞咗去边咯。啊，围绕住地球成唔知几多万年噶啦嘛，已经。系啊。咁其实点咧？其实呢啲咪又系神秘学嘅嘢，我哋等阿特朗普如果真系索你上嚟嘅时候解释啦。即系等特朗普同大家讲话，有只巨型鱿鱼就咁样咁样。有只巨型鱿鱼，嗱，我教你哋，嗰、那个身咧一定要刺身，只脚咧就椒盐或者红烧。重点都系买喺中国噶啦，系嘛？重点咧已经加入咗肯德基豪华套餐啦。系啊，嗱，睇留言最多系见一个，已加入肯德基豪华套餐啊。率先喺呢个深圳度展出先系嘛？咁啊，系啦。咁你觉得其实会唔会随住呢个佣兵会有更加多古怪生物会浮现？唔系，其实大鱿鱼一年梗有一两只冲上嚟噶，其实过百米噶。其实有嘅，一嬲都话有师奶咁嘅身形、啊，一嬲都话有大鱿鱼嘅、啊。你有冇见过啊？我梗系冇见过啦。你惊？如果你见到，你惊唔惊？见到我应该唔惊嘅。点解？因为一系就佢死咗，一系我死咗。系吓，唔、啊、会只鱿鱼哇！见到我终于遇到命中要注定嘅主人，跟住一齐征服世界系嘛？又讲远啲啦，细个嘅时候有冇幻想过呢？睇得啲卡通片多咧，上晒脑咧，系咪？去旅行嘅时候行过啲遗迹咧，有冇谂过揿下旧砖佢会发光，跟住扯咗你入去啊？我冇啊！你有谂呢啲嘢噶？系啊，真系谂坏脑系嘛？系，唔系我细个咧就喺一个叫盘龙洞嘅地方，一个石屈。阿森哥系咪去过探险嗰度？嗰、那个盘龙洞唔系石骨嚟噶，系咩嚟噶？系个天然溶洞嚟噶。系啦，咩叫溶洞呢？溶洞即是赫斯特地形，系石灰岩咁，地下水长年侵蚀就会形成个窿，系就叫溶洞啦。我细个就试过喺入面参观嘅时候，突然间停电，跟住喺啲石头度咧冲咗一条石嘅龙出嚟，系一条龙嚟嘅，好清晰嘅。跟住之后咧有翻电嘅时候唔见咗，跟住同啲大人讲，啲大人就话我吹水。嗰时候得几岁啫？正所谓一睇就知你发鸡猛啦。系冇错，我都怀疑系，其实但系好清晰噶，系非常之清晰噶，即系有条石嘅龙冲咗出嚟，系晓喐噶。系中式龙定西式龙啊？中式龙有冇角噶？有角。几多只爪啊？睇唔清楚。咁就大镬。但系个头好差大个。好差大个。系。净系得个头嘅啫。唔系有身嘅。我都话佢识喐噶咯，成条龙喺你面前游走啊，跟住，嗯，好啦，咁我哋唔好睇呢条龙住，不如睇下一条先啦。咁点啊？时间紧迫，鱿鱼嗰单嘢，鱿鱼唔关事啦，鱿鱼成日都有嘢冲上岸噶啦。好，咁世界纪录 MHN370 几时冲翻上嚟好过啦？好啊，嗱，我要讲一啲好绝秘嘅资讯，喺呢个节目先讲啊。你知唔知啊？有纪录喺美国 FBI 档案入面，最大嘅生物系乜嘢？就是一條古代的鯊魚，講緊係即係而家已經絕咗種噶啦。不過是有呢個古代鯊魚在深海嗰度，講緊係幾長咧？有記錄嘅，係八十幾米，成隻戰艦咁長啊！冇錯，係長過隻戰艦添。一條鯊魚，係古代嘅巨大鯊魚，係。所以咧，侏羅紀公園喺度講話嗰只唔知咩大恐龍喺度食條大白鯊。如果在那个年代那条恐龙最多跟鲨鱼一样大的。不是的、啊、那个古生物学的时候其实以前什么鬼东西都是大的、啊。哎呀好。所以其实会不会现在呢说日本那些发掘到的蚝呢成米几哇其实都很恐怖。米几会不会就是山蚝远古那个核战搞到的东西全部变大了呢咦讲得通啊。通古斯大爆炸。嗯。跟着就是。咁會唔會如果咁樣計，可能越南水怪啊、下龍灣嗰條龍啊，跟住連呢啲亞洲嘅神秘生物都係因為咁樣而變大呢？講得通咯。誒、哎，原來成件事就係咁啊！我哋要唔要重開呢個 MMR 神秘調查班？
你知咩嚟噶？唔知道，算啦。系啦，咁跟住咧，系讲紧啊，最尾呢、這个咧犀利啦。早期有冇睇？有早排有冇睇到电影叫《刺客教条》？有。佢话有又得，冇又得。教宗会喺呢个梵蒂冈俾刺客暗杀同埋绑架，跟住咧嗰啲嗰啲卫兵啊，都会俾人怼冧埋。嗱，有两个问题。系。有边个教宗上台唔系有人预设预计佢俾人暗杀同绑架嘅？讲咗几十万次啊！唔系暗杀就有，绑架就比较少啲。但系佢话俾刺客喎，绑佢翻去有乜用啊？但系佢话俾刺客暗杀喎，但系绑佢翻去有乜用咧？俾刺客暗杀喎，俾刺客喎，暗杀啊唔理你啦，你绑条友翻去有乜用咧？会唔会系利用佢嚟到开启某啲顾文明嘅机关咧？因为相传其实教宗是知道晒，头先你讲过一堆进化率啊、大鱿鱼啊嗰啲嘢噶嘛，就是找他去南极开启个机关拯救鱿鱼出嚟。系，但其实会唔会是因为真的话梵蒂冈掌握咗一啲神秘，因为梁锦祥都讲过好多次，梵蒂冈是有好多古怪嘅知道。梵蒂冈其实他哋个图书馆入面以前收埋好多嘢噶嘛，冇错，以前搬搬埋埋，难听啲讲句。包括有一嚿嘢叫 Apple 啦，就係上一代文明歷史流傳嘅嘢嚟噶嘛，會製造幻象咯。總之又係嗰句嗱，以前就係乜嘢噶嘛？以前又要講翻君士坦丁年代嗰時候，全部嘢就擺曬個首先擺喺圖書館，跟住搬下搬到散曬，但係又係嗰句一立就等於而家講到慶合合個故宮博物館一樣係嘛？唔係啊，佢話嗰個咩嗰、那個咩藥櫃啊，都喺度噶。藥櫃啲人話喺嗰個埃塞俄比亞，但係佢話嗰陣時曾經喺教廷嗰度噶嘛。跟住另外嗰陣時話阿希特拉啊，去攞個命運之矛啊，都係走去教廷度攞噶啦。唔係朗基魯斯槍咩？應該唔係即係命運之矛咯，朗基魯斯槍。命運之矛呢個名好硬耳啊嘛。即係要叫翻朗基魯斯槍係咪啊？係，嗯，因為槍同矛其實係兩樣嘢嚟嘅，係咪？就是戰亂的時候又要好像等於故宮那樣搬去台灣那樣，搬得動的就搬走了嘛，搬不動的剩下在那裡嘛。另外相傳那時候呢，君士坦丁堡呢，那時候蒙古人跟他打仗的時候，跟聖殿騎士打的時候呢，蒙古有一隊騎兵跟著攻進去，跟著呢拿了那把劍呢，就是叫做上一代文明的人留下來的，就是前的古文明。那把劍呢刻有啲神秘嘅符文嘅，嗰把伊甸宝剑咧，因为系话伊甸园嘅遗物啊嘛，叫伊甸园宝剑。攞咗嗰把伊甸宝剑咧，去到唔同手上咧，会演变成为唔同嘅嘢嘅。例如咧，落咗呢个蒙古统治者手上咧，就变成蒙古大刀啦。跟住咧，后屘咧再辗转一路流落啦，跟住咧就去咗呢、這个嗰、那个叫咩啊？大粒将军啊，国民党嗰度啊。跟住咧，大粒将军度咧，有一把叫大粒神剑啦。跟住之後咧，再流落咗去台灣啦。跟住後屘咧，再去到後屘就唔知又話流落咗去邊度咁樣嘅。喂，你覺得其實係咪有大粒好似唔係將軍嚟嘅，即係參謀長嚟嘅喎？係咯，大粒參謀長咯。大粒參謀長係好大粒嗰個咯。總之佢嗰把大粒神劍。最尾咪衰收尾咯。係啊，跟住好似話而家把嘢係落咗落去我哋偉大嘅主席手上喎。但是那把嘢有乜用呢？哇！得到佢就可以得到統治世界咯，或者統治一忽嘅世界。統治佢已經統治緊一忽嘅世界好耐噶啦。佢話亞瑟王年代，亞瑟王就掹咗把嘢出嚟啊嘛，變咗做亞瑟王咯。跟住再之後再流落咗落亞歷山大嗰度咯，亞歷山大再拎住嗰把嘢，東征西討打咗半個地球咯。跟住之後咧，再落咗去呢、這個印度人手上咯。跟住呢、這個嗰陣時，波斯嗰個國王啊，大流士國王啊，咪攞住佢，跟住咪打咗成個半個世界。中亞世界咯。係啊，跟住再落咗呢個蒙古人手上咯，佢咪打到黃喎，打到半個地球翻嚟咯。跟住總之落親邊個手上咧，都係會好動盪嘅。跟住咧，原本係希特拉手上，但係咧因為一支騎兵將嗰件嘢偷咗出嚟，跟住咧再將佢運翻去英國，俾咗當時嘅丘吉爾手上。於是咧就
所以丘吉尔就发现有一把刺刀啦，叫丘吉尔刺刀咧，就俾英军咧装喺 L 1 A 嘅手上，即系嗰啲装喺嗰支长手枪上面咧。咁跟住话原来嗰把刺刀啊嘅原型咧，就系、是、嗰把圣剑啦，就系丘吉尔圣剑啦。跟住咧，咁嗱，证明丘吉尔唔够水平啦。揸喺人哋嗰度咧，就全部都硬嘢嚟嘅，你又变咗把刀仔。系啦，跟住，相传嗰阵时咧，后屘丘吉尔咧，因为丘吉尔系圣殿骑士啊嘛，咁跟住咧，丘吉尔咧就将佢咧就交咗俾英女王。于是嗰阵时，英女王咧就系、是、一直将嗰把咁嘅剑咧，去到英女王手上咧，就变咗佢嗰支权杖，即系而家嗰支权杖。嗰支权杖唔系英王珠宝做嘅咩？阿、啊、杨生嗰边搞啊！阿杨生，阿、啊、杨生未出嚟嗰个时候，系唔好意思啊！我的声咁样，咁你觉得如何呢？觉得如何？系啊，有啲神呢、這个古仔、嗯，不过几好听。唔系啊，因为佢原来中途咧，其实嗰阵时打仗嘅时候咧，澳门系一个咧，即系叫做转运港，转运港嚟啊嘛，乜都运得嘅。嗰把嘢曾经系由戴笠手上，跟住当阵时系经有一个劲人，一个澳门当阵时嘅猛人。是将他运了出去的，你知不知道那是谁？就是叶汉赌神。叶汉就拎了那把圣剑，然后将他交到丘吉尔手上，跟着盟军就打赢了。And then? 再好像拿英女王手上挂，不知道呢，后来就不知道后来的故事怎样了。And then 呢，就是其实又要讲完了，这集主要都讲古文明的。是。其实这些真的很鬼吸引。那是怎样？坚定流的。咁个英国苏文峰嗰啲嘢，你觉得坚定流啊？英国风云峰坚定流系啊，五波啦。系不过嗱，又要讲翻转头啊，做搞呢啲所谓预言嘅嘢咧，系其实就等于写马经一样嘅啫。嗯，你有冇睇过马经啊？冇啊。又系嗰句，如果我问你系呢场买乜嘢？系一四七大热。嗯。啊、你想哗众取宠嘅，咪二五百买大冷咯，是但爆一只出嚟都入你数噶啦嘛。系、啊、另外啲人永远都系记得你，系中咗一次大冷就赢晒噶啦嘛。但系衰咗又唔入你数，因为衰系正常噶嘛，系嘛？咩啊？有冇同你讲过嗰啲乜嘢啊？嗰啲昆你入会俾赌波 tips 嗰啲节目啊？哎呀，呢、這个要搵一集讲下啦，大赌赌过李嘉诚。就是呢啲真係动过李嘉诚啊，係咪佢哋每一集开波之前都同你讲赛港检讨啊，係咪啊，我中咗一场大冷呢就讲咗成个礼拜，係咪七场全部炒晒呢就话呢啲叫做技术调整。咦、哎、咪字阿森哥咁熟嘅，阿森哥莫非都奶过嘢？我冇奶过嘢，但係听佢啲节目好好笑㗎嘛。跟住到最尾呢，然之后七场炒晒唔紧要，加埋往绩你都应该有盈余嘅。仲係上水就得㗎啦。真係大话。有边个好得个吹呢啲啊。唉，正正正。就系呢啲嘢，就系、是、即使预言呢样嘢，就等于坤人买波一样，系嘛？好啦，咁啊，又系嗰句，个个都买巴塞，你仲买巴塞，我搏佢黄。嗱，咁啊，听完今集咧，咁啊，有啲咩得着咧，就自己参透下啦。啊，如果你问我，咁我只会都系讲，唉，呢啲嘢过下云烟，听完咪算咯。系由1997年恐怖大王，唔系1999年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千年从搞到全个世界冧，变 Skynet， 未来战士统战开始搞唔掂，去到2012，哇，又世界末日，又乜，跟住抹唔到，跟住2011，哎呀，原来马系计错数，因为系嗰阵时嘅年龄系褪迟咗两年嘅，所以正確嘅世界末日系2015，叫15年之后又未抹到，原来计啱啲咧，都话啦，马已经好准确咁讲啦。就是2017年，仲会有一个神秘行星会好近地球，跟住太阳粒子，再嘅话就真系末日啦。前后近代抹咗四五次，你都仲未明个道理啊？道理就系、是、推背图仲有咁多幅都未搞，你真系当我掉源远流长嘅中国文化流噶，系咪先？要抹嘅时候就唔系你可以估得到，要唔抹就系唔抹噶啦。其实呢可能是你想想呢那个什么箱啊，就是那个强子对撞机，你发觉一定没有消息啊。因为为什么呢？有一个更加轰动的神秘学就是说，可能他那时搞的时候第一次其实已经是爆炸，已经是整个世界摧毁了。现在大家生存在这里就是一个意识，好像 Matrix 这样，根本整个地球已经没了。其实你要发觉现在呢，有时就算你不呼吸，
你都觉得唔辛苦，因为你已经唔需要呼吸啦。喺呢个社呢、這个世界入面，所有嘅嘢都系过眼云烟啊！你讲得咁禅嘅，呢啲系佛教嘅嘢嚟噶。冇错吓，所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咁啊，系时候同咁多位施主啊讲声拜拜啦，好嘛？好。好，咁啊，记住啊，我哋嘅言论咧系唔代表，唔负责节目嘅立场，亦都唔负责。系，咁而我哋亦都讲咗好多大道理，呢啲咁嘅故事，虽然大家都好啊，好似听落去好似冇乜用，不过咧，我系好推介咁多位小朋友咧，细心嚟到去阅读嘅啊。好，咁啊，最尾咧，咁样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拜拜。拜拜。